难怪，然后停那，我们停两边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是刚刚列车到那112年哦，1月14号，瑞芳，在8:54同牌的设施11234哦，是阿发在叫宜安线，看到吗？寿陵的用513天了，然后今天有606人民日号，因为他今天特别刚早，8点多就开，然后超级早。好了，我用513圈了，在瑞邦暂时留，单组用500圈了，11234，刷发车将一安线刚好竖的，用500圈了，终于来瑞邦暂时留，来了。我的南港发车经由花东线看光复的名字号，系景观光专列哦，准备在瑞邦暂时停靠。1405，拜拜，再见喽！6006是明日系景观光专利，在瑞芳办通过了，双明日号点头。刚才在健身房，拜拜，六题哦。明日系景观光专利，好，这样再见，拜拜。